ABIM SAC 全面预算解决方案。全面预算是企业战略规划流程的一部分，是企业战略实施的重要工具，它以其全面、全程、全员的特质得到广泛的关注、重视和应用。另一方面，在全面预算管理方法的实施过程中，由于在认识、体系、工具、效率等方面的局限，全面预算管理方法的实施也面临着诸多挑战。ABIM SAC 全面预算解决方案融合 ABIM 的专业经验和现代预算与分析工具，是帮助您做好全面预算数字化管理，提升从业务到财务、从预算到执行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水平的解决方案。全面预算的第一步是根据未来战略进行目标分解，下达营收目标。您可以通过 SAC Planning快速写入营收预算值，同时可以实时参考往年营收情况、未来市场预期等，系统会自动测算营收预算与往年的对比度与市场预期的契合度，帮助您做出更科学的营收预算。集团营收目标下达到各事业部，需要按照组织和产品等维度进行营收测算，您只需点击按钮，SAC 会帮您快速计算出事业部的营收预算，并通过直观的可视化图形展示事业部与集团目标差异情况，方便您快速合理地进行事业部营收预算的调整。对于制造业来讲， PSI 是衔接销售与生产的纽带，您只需点击按钮即可获取营业端下达的 PSI 计划，并根据 PSI 制定生产计划，测算生产成本。同样，只需点击按钮， SAC 可以帮您快速计算出各产品销售收入和生产成本预算。除了营收和成本外，对于运营费用、财务费用、资产减值损失等，您可以按照时间和组织维度编制预算，并实时查看和对比各项运营费用占比及费用按时间变化的趋势，进行预算数据的调优。相信运营资金预算您也是非常关注的，点击按钮可获取各组织单位的销售收入、采购额，帮助您有效定制回款、付款等运营资金的计划。最后，您可以点击按钮一键生成预算合并数据，无需您的更多操作，系统将自动帮您生成财务层面的预算结果，例如预算损益表、预算现金流量表和预算资产负债表。现在您已经在 SAC 中完成了全面预算的完整流程，在之后的工作中，您可以通过 SAC 进行各组织层面、各业务模块、各关键指标的预算、滚动预测与实际完成的数据分析，通过有效的可视化分析、 What if 分析等，帮助您做好业务决策。 ABIM SAC 企业全面预算方案以企业战略计划为起点，搭建全面预算流程框架，以 SAP 分析云解决方案为基础，构建全面预算系统，帮助客户有效导入全面预算管理方法。作为一家总部在日本的管理咨询公司， ABIM Consulting 以亚洲为中心，服务于全球700多家客户，涵盖制造业、航空业、汽车、化学、金融、零售等众多行业，是一家真正具有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咨询公司。ABIM Consulting 利用在全球积累的深厚行业管理咨询经验，为客户提供真正具有价值的咨询服务，并给予深入的沟通、互动以及绝无仅有的合作伙伴关系。ABIM SAC 全面预算解决方案，伴您御风远航。